是回转寿司，转盘送到桌边，想吃什么自己拿。不过受到武汉肺炎影响，民众有点怕怕的。身上有带源的话，那可能就是接触到的话，那他盘子假如说没有做好相对应的清洗的话，那可能下一个人摸到的话，再进入口鼻或之类的话，这样很容易就会传染到。回转上面的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多久，反而没有转来转去，所以我还是觉得点的比较好。现在疫情那么严重，应该会比较外带。我觉得还好哎，因为目前我觉得台湾控制的蛮好的。就怕顾客有疑虑，业者祭出新规定，转台上餐点加盖餐盒，生食类不上转盘，现点现做，提供酒精顾客餐前餐后客座使用。顾客用餐结束用酒精消毒桌椅，员工上班前量体温必戴口罩和手套。针对外带部分推出多样熟食餐盒，牛冻海鲜通通有。业者表示，顾客倾向点餐，外带业绩增加1-2成。疫情影响，回转寿司不转了，外带现点成了新主打。三立新闻客强邱小倩台报道。